本小队于12月11日0时42分获报，于台九线苏花改观音隧道北上130.4公里处有民众下车在主线倒车，逗留继续骑士。警方抵达现场，为当时现场两部违规自小客车已驶离。警方后续进行调阅监视器，并配合科技执法系统，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60条第2项、第3款处违规驾驶人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。